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来到农村啊，看一窝狗啊。这里有几条母狗。这条是五黑啊。喂，叔，看下你的狗啊。嗯，好 ，OK。嗯，看下你狗先啊。狗在那边啊。这是老黄姐啊。喂，看下你狗。嗯，哇，还有很多鸡哦。啊，现在狗的主人把小狗抱出来，我拍下你的光线好啲个，光线好啲。啊，这个是小公狗啊，有几多日诶？那见得差唔多嘛，即系三日左右嗬。哦，三四天左右，这是小公狗。啊，大家看一下这条小公狗啊，耳朵，先看耳朵吧，耳朵很小的啊，头也比较宽，这两边，啊，胸口比较开，啊，这是一条大骨架的。放底下看啊！啊，这条小狗现在才三十天，因为母狗已经不在了，所以这位大叔才这么急叫我过来。狗是好狗，但是这么小拿回家，不知道能不能养活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